马仔很配合。他知道小妖精的下落？对，他们一度会合过。孙文林好像还悄悄地说起了什么。小妖精就在距离71哨查5公里的地方下了车，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，完全只能靠步行。你能肯定小妖精和魏小明在一起？孙文林现在所有的人，只有魏小明和小妖精在逃，其他的人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这两个人难道会分开行动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俩分开呢？那他们俩在一起能做些什么呢？现金。小妖精拿不了那么多钱，所以他需要一个年轻的劳动力，他就选择了魏小明。行了，先不说这事儿了。把魏小明和小妖精的照片都打印出来，分发到各个基层的派出所。我就不信了，大海里捞针要把他捞出来。阿杰，千万别上火。忍呐，还得忍。他们杀人放火可以忍，但是今天他们这么欺负你，这口气我就忍不下去。越是聪明的人呐，越在这个时候啊，不能认着自己的性子，不能冲动。当你要行动的时候，你得停下来想想，看你还有没有没准备好的地方。我都检查无数次了，没有任何遗漏。本来啊，我想把春生用在刀刃上，这下是不成了。哦，那你就等着春生好了吧，那时候动手不就有100%的把握了？唐显龙身手也不错，让他动手也行。妈，既然两个人都可以用，就都要用上，那你才使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。那样的话，即使出现了意外，即使失败了，你也不后悔。这就是我跟着龙头老大这么多年得到的最好的收获。叔叔，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昆达让您查小鹏的事儿。是你的人干的？你呀，还是头脑发热，为了叶春生，你动用自己的人干掉昆达的心腹啊？那个小鹏啊，我早就想干掉他了，这次也不完全为了这个。我是从心底里敬佩春生，我不想眼睁睁看着他白白送死。你呀，那不还是动了肝火吗？叔叔，我还担心你的事儿，出了点意外。什么意外？我的人可能刚动完手，就被人从后面干掉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还有一股势力卷了进来，他们要抓住杜小梅。不，不是抓，是要护住杜小梅。是叶春生的人干的，不是中国警察，是叶春生通道上来人了。春生通道的人有那么敏感吗？你和叶春生交朋友没错，你等叶春生恢复了身体啊，他通道上的人呐，不仅能帮助他，还能帮助你。叔叔，我听您的，为了大事我忍。要加倍小心。哦，既然我把话都说了，我就说个明白吧。叶春生送的货是假货，昆
我没有把真伪告诉你，心字上面一把刀，忍。走正常路线的，我没法靠近，不然就被他们察觉了。这我理解。告诉你啊，宋文林有回国的迹象了，这下边就好玩了。我能干点什么？你卖菜呀，把这些菜都卖贵点，多赚点钱。我来不是干这个的。哎，听说春生跑出来的时候就是你做的联络员，对吧？你也是老革命了，你还救了大发，给他治伤。没有你，那我们怎么行啊？郝东，我当过兵的，也是武警。是吗？那你见了我这个中校军官，怎么不敬礼啊？在这种地方你还这么乐观，真让我佩服。不是乐观，是欣慰。看见春生没事了，我这心里憋着这口气啊终于吐了出来，畅快。我现在看见什么都没滋味，真的。哎，给钱，吃了东西怎么不给钱呢？哎呀，两盘破黄瓜，真的是。王先生，嗯，罗阳，10块钱够了吧？不够，我大老远的，那么费劲儿，不够。拿上钱，赶快走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黄瓜都蔫了，下次弄点新鲜的来啊。来干嘛？黑哥，怎么有时间想起我来了？我这心里一直都有您。哎呦，我听这话啊，怎么牙有点酸呢？说吧，什么事情？是不是货已经准备好了？什么时候验货？就是这事儿，货已经给您备齐了，就等着您去验货，然后咱们就可以垫钞票了。哦，在哪里啊？是不是背着昆大交易啊？嗨，不是，就是交货的地方有点远，得到边境那边。哦，那好啊，终于可以回到祖国了。反正我要到云都才能提出现金，什么时候走？你提现金需要多长时间？我时间很短，验完货以后一天就够了。不过我得找个人帮我提钱呐，太重了。没问题，剩下的事儿我来安排。好。好消息啊，浩东要回来了。春生呢？春生一起回来吗？春生刚刚能下地活动，伤口还没长好呢。你放心吧，有监军在那儿呢，一定会把春生带回来的。先说这个问题啊，浩东回来是怎么回事？浩东回来，宋文林这只老狐狸就回来了。哼，他要是只狐狸就好了，我就扒了他的皮，给小梅出出气。哎，你们俩可注意政策啊，这话可不能随便说，这要是别人知道了，这影响多不好啊。别笑得太早了，宋文林敢回来就没那么简单。我自己来吧。你快来吧。进。怎么样啊？哎，春生，大嫂，
我们来看看春生。他被你们都弄成这个样子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小梅，早就是个犟脾气。来，感觉怎么样？还行。我知道大嫂是好人，春生啊，你真该跟大嫂好好过日子。是啊，你嫂子原来也不是这个脾气，真是挺好，挺贤惠的。哎，范建，你说咱们时间也不短了啊，我真拿你当兄弟看。今天啊，哎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心里就特别堵疼，想跟你说几句。孙三，都不是外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对，范建，我这次挨了一枪，等于说死了一回。我真的想了很多事情，我就想人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？名利，扯淡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过正常人的日子。本来我跟你嫂子明了，现在说这个没用了。我那个时候小，大哥给安排了，啊，安排了就做吧。可是这一做就20年，这20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呢？人不人鬼不鬼。说句心里话，我撒谎都成习惯了，我一撒谎就撒了20年。我真对不住你嫂子，真的，我是死过一回的人了。我想明白了，只要我恢复好了，我就回去投案自首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当过警察，我知道政策，只要投案自首的都能从轻处罚，何况他们没有我直接贩毒的证据。你真的能这么做？真的。哎呀，春生，这可是件大事，你一定要想清楚啊！我想清楚了。哎，贤龙，你觉得呢？春生，你这话说的是有道理，不过这事你能干，我不能干。范建也不能干，我们跟你不一样，我们这上面都是有老大的。我们自己现在说要洗手不干了，那边能放过我们吗？追上我们到天涯海角，跑不掉的，家里人也没好日子过，你说是吧？是。所以说，哎，不是别人都说过吗？我们这些人走的是一条不归路。范建，你们说的老大有那么可怕吗？我就不信。等我身体好了，范建，咱们一块儿把坤达搞掉。我觉得咱们应该从长计议，还是说是眼前的事儿吧。坤达这次要全部出货，没有你的通道，他肯定有另外一条通道。K 哥呢，又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坤达，要用显龙的钱。这次让显龙去云都提钱，让他做这个中间人，正好是我们动手的机会。你说的另一条通道，你说掌握就掌握，有那么简单吗？完全能掌握。我叔叔跟我说了，这次的货是藏在木头里，偷运过境，那边负责接应的人是小钢炮，小钢炮有我来把他干掉。范建，我说了半天白说了，你还是坚持要干这个是吧？哎呀，你听我说完。显龙已经跟 K 哥商量好了，他过境以后直接去验货。这个时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关键，在显龙验货之前，你通道上的人必须赶到。这没问题，我可以把人交给显龙。那就好，显龙。你验完货以后赶快离开，由春生的人下手干掉 K 哥的人，
掌握住这条通道。你去云都取了钱以后，就没必要给 K 哥了，直接返回兰花社，当众揭穿坤达。我们就可以像当时除掉海威那样除掉坤达，兰花社就是我们三个人的世界了。哎，这主意不错啊！啊，范建、向龙，房我也说半天了，你们自己想啊。我还是觉得这么做太危险。把联防也发动起来，50公里以内，所有的旅馆、私人出租房、洗浴中心全都盘查一遍。抓不到小妖精魏小明，也不能让他有立足之地。等宋文林入境之后，跟踪他不是一样吗？何必这么兴师动众的呢？如果要直接抓捕的话，你说的办法可行。但是现在我们外面还有600多公斤的毒品，小妖精如果在暗处，对我们来说隐患太大了，所以必须要提前把它纳入视线。放行。放行，谢谢啊。002002，7幺呼叫，宋文林已经回家，需要人陪伴。是。宋文林很狡猾，你们盯得不要太紧了，只要把他放在木材厂就可以了。然后再秘密监视。对，好，随时联系。我的人很善于骚扰这种老狐狸，是不是可以上点手段？不会打草惊蛇吗？小伎俩，现成的东西，可以明目张胆的使用。房先生，怎么样啊？嗯，不错啊，很厉害。你是干过特工是不是啊？你让我大开眼界。哎，这还不都是让警察给逼的呀？谁逼你了啊？你要不是干这一行，警察会找你麻烦呐？你真是个强词夺理专业户。也对啊，唐先生，让你说的。哎呀，能擦掉吗？慢慢擦吧。哎，咱们前面去坐公交车吧。坐公交车多慢呐，打车吧。这里的人出门都坐公交车。村村通工程啊，咱们国家做得好，走吧。不是就是想掩人耳目吗？唐先生聪明人啊。
跟你 K 哥打交道800年了，还是头一回看到真东西。唐先生验货，只要看一眼就可以了。我要是跟坤达一样是个瞎子，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成色。现在我眼睛还好，就不用动用其他的器官了。唐先生果然是个行家呀，什么货色我都看得出来。难怪福斯特先生这么器重你。那就这样了。就这样了。唐先生还有什么要求吗 ？K 哥，做生意不仅要讲究货真价实，还要讲究金满秤足。你这是多少啊？500克。500，有400两就不错了。唐先生果然是厉害啊，490克。就这件东西，值6000万？不，其余的在这儿。您验货。唐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姓柳，大家都叫我小喜鹊。小喜鹊，很好听的名字啊。你真是只好鸟，我想替 K 哥把你烤了吃肉。唐先生，小喜鹊也是好意，这也是没办法。坤达就给我送过来52公斤货，剩下的货要见面交易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兄弟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真的？都说好了见钱给货，你说让我怎么办？那你们就可以拿兄弟我当猴子耍。唐先生，您别生气，都是我糊涂，我糊涂，我只想帮大哥解围，我大哥也不容易。您放心，没有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。好，既然你说安全，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交易的地方。不过你那个钢铁轴承在哪里啊？我必须亲眼看一下。我还有一个加工厂。别狗，都到这种时候了，还跟我耍这种把戏，没什么意思吧？唐先生，我对天发誓，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
为什么这个工厂可以保密到今天，是因为它从来没有使用过。您是我的第一个顾客，我会把外卖直接给您送到店里。我是不是应该感到荣幸啊？我提醒你，今天晚上是我们交易的最后期限。好，晚上八点。一言为定。那我们就先小人后君子。我提醒你，我要是看不到你的货，你连钱味道都闻不到。浩东这小子挖个坑就把宋文林给埋了。大亮，你率领蓝小东、张珊珊解决宋文林，截获钢铁周称，给福斯特准备鱼饵。好的。大凡，你率领红卫小组去河岸边解决困达。好的。能不能让我亲手抓住宋文林，给你积分报仇啊？我当初身份败露也是因为这条豺狼，我是他妹夫，他都要设计害我，还想借兰花社的手杀我。就这样，你们俩交换一下吧。大发去，没准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呢。对，他们还以为我是烈士。就这么办了。可春生两口子怎么回来呀？浩东说，春生有把握一个人来解决兰花社的问题。这不可能。春生刚受伤两天，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。春生的想法是想争取范建主动投诚。这绝不可能，范建没有那么天真，我和他打过交道，这种人野心勃勃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。这一点浩东也很清楚，春生应该有底线。只要昆达过来跟宋文林交易，春生他们就可以按时撤离，建军和秋水在那边配合呢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唐显龙到云都取现金，宋文林就没有派人盯着吗？当家的，我觉得按照 K 哥的习惯，他一定会派人跟着。而且 K 哥他这人做事一般是不会露出马脚的。你去准备准备，明天我亲自押货去一趟中国。我就不相信了，边境线这么长，中国警察真的顾得上来吗？是，我马上去安排。这个野春生啊，说的有道理，你确实不能铤而走险。明天昆达想要亲自去送货，这样的话他们建立的通道我就全掌握了，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动手不迟。叔叔，既然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我们就一定要走下去，要不然我们以后就永远不会有安静日子过。我从小到大一直听您的话，这次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了。春生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，咱们这行再不能干了，既害人又害己啊。是叔叔不好，都是叔叔不好，把你带到了这步田地。叔叔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没您的抚育，哪有我今天？您知道这些年，我一直把您当父亲看待。咱们干完这一单，拿了钱咱就走。找个安静的地方，
我好好伺候你，管理这后半辈子。好，好，你就安排吧。别着急，咱们商量好了再行动。啊。坚决不能露面，领导山镇不住副的。先听大哥说，大哥说，你们的任务已经改变了，你们要迅速赶回去，布置一下运货的线路。这不行，你跟大头身边不能没人。就是啊，你们俩的安全是第一位，领导山一再强调。秋水，任务调整了，你知道。秋水，你送来的情报，那上面说的清清楚楚，领导就那么说的，不信你回去问。好了，事情来不及，我们不成了啊！对了，行动开始的时候呢，你们要埋伏距离边境四五公里的地方，堵住他们的后路，争取一网打尽。好，秋水，你负责联络，你先回去吧，我留下了。好，建军，你必须回去。大哥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们俩的安全，可是我留下能照顾你跟大嫂。秋水，还是辛苦你一趟。我马上回去，王建军，我让你回去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命令你，打死我也不走。哎，是我。你放心，我准时到。具体细节嘛，见面再谈啊。好好的，再见。哭了。邱海滨去自首还安全吗？他不是去假自首的吗？大哥，您放心，这里还很安全。交易不能在这儿进行。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安全地点了。有，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。那我们怎么验货？很简单，点一点木材的数量就可以知道了。小钢炮办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偷工减料的。按照您的意思，我们已经准备了足够的现金。你小子别光装了，这回可不能跟我用假钞。假钞都被你烧光了，哪还有那么多假钞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封条可是新的，别乱动，一动的话就容易被别人发现。跟踪器我已经放好了。可是，这回还是有点对不起你。什么意思？连假钞都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就是白纸。你小子，你想害我呀你啊？不是，根据我们的推断，这个道具没有必要用真的。行行行，别跟我拼了。为了预防突发的变化，其他的技术细节。小杜处长，就你是你的杜老师，
都给你交代清楚了吧？说明白了。到时候可别露馅啊！嗯。大的包围圈这个方案不要改变，我们可以在地点上把他们分割开。我担心的是，宋文林在耍花招，昆达就不会耍了吗？这两个人都是老狐狸。那这样，我现在所说的作为备用方案。左边，左边，往左边放。哎，忙着呢。哎，范总管呢？哎，我说我这差事怎么让你给替代了？啊？别的呀，这是当家的给我的活，我怎么敢抢您的差事呢？真奇怪了，把这所有的货都装进去，也不留个后手。留什么后手？当家的说把货全运出去，而且当家的还得亲自跑一趟呢。真的？嗯。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还这么啰嗦。好，我就是冒死也得提醒你，小钢炮不是你的人，是宋文玲安插在你身边的钉子。他能出卖叶春生，那就能再次的投靠宋文玲啊。一个连自己恩人都能出卖的人，你说他什么事儿做不出来？小钢炮去送货，我也要去。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担心什么。你把货都送出去了，那宋文玲一旦的翻脸了，你连退路都没了。你到现在收到宋文玲一分钱了吗？啊，宋文玲是个里外不吃亏、空手套白狼的人，你这么去，万一出现个好歹，有个意外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哎，你倒是担心我呢，还是担心这批货啊，范总管？都担心。好了，我让你查的事情查明白没有？正在查。啊，那就先放一放。就按照你说的意思，把小钢炮装好的货先换下来，让他一个人先过去。啊，不，再派两个人盯着。来回时间够用，必须在绝对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才能发这批货。你明白就好。那我走了。对的吧，是我，我已经在路上了。好，我赶到沙子口等你的人啊，不见不散。哎呀，哎，拖延时间的办法会吗？我干别的不行，我就干这个车。等到了地方，我的车肯定全是毛病。好啊，到时候就看你的了啊。又见面了啊，唐先生。呦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就不用介绍了。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介绍的？好，太好了，你们两个终于混到一起去了。羡慕吧，唐先生。其实真爱一个人呢，他是靠行动的。哎呦，
今天碰到一个懂爱情的。可是你们两个细皮嫩肉的，这么多钱也拿不动啊。唐先生雇了这么多保安又何必呢？跟 K 哥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生意，兄弟我还是学会了一点小心眼，小心为妙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出发吧。哼哼，没问题，就等你们了。准备上路，请。出问题晚不出问题，偏偏这个时候出问题。K 哥都给你交代了些什么？兰花社的人要是到了怎么办？我只知道他是我们上面的大老板。今后你就是兰花社的二爷。青青，你说这些钱要都是我的该多好啊！青青，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耍着小性子？宋文林，你对我的情感全部都是假的。都别过来啊！谁过来我就打死他！宋文林。